就是个大个的。才谁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那应该是什么空气净化机？你要放回来，有更容易跑出来的。生日特辑，师傅的生日秘密任务。耶、yeah, ，欢迎来到 G by Team， 今天是我们的师傅生日，所以我们有挑战要给他。来，师傅 ，G by Team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恭喜发财， yeah. 谢谢你们。我们有任务要给你，如果完成了任务，你有奖励；没有完成任务，你有惩罚。现在我们这边有五个任务给你，第一个，收集两位同事的脚毛，收集五张合照，收集五位同事说寿星帅。收集五位同事跟寿星一起做猫猫手，加油！一起学猫叫，拥抱两位同事五秒，要紧紧抱住哦。每项任务的同事不可重复。等一下进去，一直到我们离开这边，这就是你的时限啦。准备好了 ，OK， 我们就进去啊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你们这两个先给我教猫嘛，要自己爸还是我爸？你要的话只可以你爸爸。你要敢敢爸啦？有没有？你去厨房借剪刀啦。做你做。我是我爸五根的 ，OK， 脚毛搞定。我现在帅不帅？帅，帅啊！帅啊！帅，很英俊。这个我怀疑跟去年的是同一个，放一年，然后再拿来再取过，省钱吗？哎，还有照片，好像他死掉很惨一样。为什么放这样？我不明白，很帅吗？杰克，我帅吗？英俊，一定要帅。英俊只是外形，帅是整个性格。帅。这个人很奸诈。你觉得我帅吗？帅。你觉得我帅吗？帅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实时性哦，对啊，鲜活兑换券耶。然后你看他把那个透明的地方都print出来，然后这个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萌吗？他来应变的话print你TWG， 你们的风格，这个不是那个重点，是不是？前面其实是他们 GYT 两个人 logo， 上对到下面就会看到这个 logo。OK， 谢谢你。这个是繁体字，应该是杰克。可以繁体字。Scott Anna JJ 心仪阿林 Terry， 亲爱的名字师傅，可可爱爱平平爱爱，身强体壮少发脾气，发财带我们。还有 money game 呢，小心啊！小心拿。来，来的。来猜谁送的？来，来猜猜猜的。啊，我已经你送了，这个要背完了这样。要会玩了，要练。哎，下一个。哦，那个好，好，一整套篮球衣，疯了啦！非常的嘻哈。你是个大个的，才谁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那应该是什么空气净化机？你要放回来，有更容易跑出来的。哦，好酷哎！哇，酷到行李箱哦。然后你应该就会跑。我要查五张照片呢。OK。一二三，找左边。OK， 酷。两个啊。一二三。谁 ？OK， 三。OK。他自己终于。OK。其实今天寿星有一个任务，他完成任务，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奖励。奖励就是今天我们请你吃这一餐。耶！师傅的挑战成功，所以我们就要请他吃这一餐了。结账，结账，结账。